啊，这是设计厂啊，女装设计厂。孩子开始上哪班？以后，以后也经常来。以后我们老了，是不是学习买的？在这里生活，这里风景还挺好。这里生活，在这里长眠。这是归宿，归宿地。这位置还有一排，够了，挤一点，合在一起。伟刚叔叔说，伟刚叔叔说为什么？在下面是吧？我找那个敲别个屋的门，他接了给我了。这叫陈昌旭。他说都是我屋的事故了。这边是吧？这别个走了几豪华的位置，站的位置大，我们站的位置小子。用字碑，华字碑，对，陈永章，陈永章是四爹的屋的，这个是我的爷爷后来的，对，这是我的曾祖父，但是没有生日，你看看，对对对，哦，34年，陈林的，他是老马叫林。没那个就是好腰子都没洗，腰子肯定冇就冇洗他的。你，那不李白是他收的钱，那个跑去看嘛，那李白呢？奶奶，我过来看你了。上香没有呀？怎么上啊？我还没到年限，我拿不着下去。就是金牌的一打，代表着一种物理上的。不要钥匙啊，旁边别了。哎，开始啊，妈妈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们都希望呢能长命百岁，但生老病死无人可免，无论是你还是我们都会经历。你不要害怕，人的灵魂是不灭的，人去世以后，人的灵魂会离身体再度投胎，人生就是一梦一场。命中不要再把任何事情做圆满，人间的亲情财富一切你都带不去，你一定要全部放下。世间有亿万财富都比不上念佛往生的贫穷人，这生受胆，来生受场，我们很多很多冤亲债主都会变成亲人朋友，把你引向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受苦，你一定不能跟他去。除了左手拿莲花，右手下垂接引的阿弥陀佛，谁也不要跟他去。被阎罗王审判和看到任何恐怖的场景，俩也不要害怕，只要一声称念阿弥陀佛，所有的恐怖场景都会化去。一心称念一句佛号，可灭81劫生死重罪，并能成蒙佛接引往生西方。西方世界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灾难痛苦，去到那里的人都有神通，想起东西不为因此都自然现前，聚的都是宫殿楼阁，你还能看到自己的亲人朋友，听见他们的苦难和需要，并能实现种种人间神道世间救度苦难众生。别的道你去了，你就岁月流转，家亲眷属永远不会见面，所以你一定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，脱离生死轮回，享受真正的永久的快乐。一人成佛，九州升天，家人也能得到莫大的利益。祈请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天人护法慈悲加持，接引妈妈
及一切有其终身往生记录，提醒妈妈雷生死的有缘众生，原谅他无始劫来无知给他给你们带来的伤害，谢谢你，请你们帮助他，他往生后一定回来逗你们，也请你们一心念佛，随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请你们一心称念阿弥陀佛。